现在他没有读什么书啊，那个小时候上课还没啊，我现在没有没有，现在文姐的老姐姐，现在到现在没有读书，就放带回来，小时候被文姐小带回去了，你想上课要我先没有没有办法读这边的啦，读越南字啊，我们教越南字随便。 对啊，有的老师不敢收呢，很难教他，很难沟通，我才担心这个呢。我现在教你要教他，教他简单啊，洗手、吃饭，要洗碗，尿尿什么都是上厕所。简单要吃饭，我要现在教他，老师在楼下要教他，要明天要去补习的，补习的。